如果你是自己嚟中东玩咧，其实大部分嘅人都系嚟超级市场行下睇下啦。咁系因为咧，超级市场买啲嘢咧，真系比外边啲嘢平咯。特别咧，系佢哋嘅面包同甜品真系非常平啊！我以前喺中东读书嘅时候咧，几乎个个礼拜都会去买一下啲甜品同面包嘅。咁係因為咧，佢哋啲政府對於麵粉啦、糖同一啲雞蛋咧，其實係有補助嘅。至於好唔好味咧，試下就知噶啦。嗯，其實係真係好味噶咯，不過你會覺得好似啲糖咧係唔使錢咁樣嘅，甜到不得了咯。但係我自己係中意啦，而且咧係好鬆軟噶咯。但係如果你係中意食啲好精緻、好矜貴嗰啲咧，就唔係中意佢噶啦。除了呢種比較西式咧，都有傳統嘅甜品嘅。呢種比較傳統嘅甜品，其實你喺外邊啲小店咧都係睇得到噶。不過佢哋啲衞生可能就冇咁好啦。所以如果你想要買，都可以喺超級市場買嘅，而且都唔會特別貴。傳統嘅就真係做得好味喎，同我之前喺外邊食啲咧係真係幾似嘅。